场面闹哄哄，上百人前来参拜祈福。这里是台中潭子的潭水亭观音庙，21号一早，庙方提前举办观音庙的祝寿活动，吸引了不少信众。6月19吼，观音妈圣道纪念日吼，今日提早吼6月16来举办这个活动。因为礼拜日啊信众较侪，所以讲咱来举办这个千人祝寿吼，祈龟。放眼望去，满满的旗龟上面写着大字“寿”，总共竟有上千只，其中还有这一只最大号的乌龟，重量达100斤，里面放的都是沙琪玛。祝寿活动重头戏还有这项直角大赛。拿3个。民众直角只要直到3次圣杯，就可以拿回一只旗龟回家吃平安。小朋友也能参与试试手气，加油加油！另外一子女，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孩子，也回娘家换眷，共襄盛举。我更是换伊这个红线，该换掉，表示讲他又重生了。因为观世音菩萨那时候很难怀孕的，然后来拜拜之后就有，就是很保佑家里的小孩子啊，或者一家人的平安这样。观音妈的祝寿活动直角赛吸引上百位信众，尽管没有直道杯，还是有安慰奖，免费的沙琪玛也能让大家吃平安。三立新闻林佩顺、王子月、SNG 台中采访报道。